今天饭友很开心，因为在一个这么自然的地方，今天饭友带你们去做爱浴，爱浴还是爱浴，爱浴 session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是不是很棒的地方？我超开心，没人。依然这么漂亮的风景，为什么今天要做爱浴呢？因为我也要开刷冰店，所以今天多来学做爱浴。我跟你们说，是真的，我到台湾我不吃，因为那些冻冻的，还是很奇怪的样子，我觉得哎，这个应该很不自然。但是去逛夜市之后上瘾了，所以今天真的我很期待知道你们做爱浴，因为法国。没有爱玉，爱玉其实我听说有一个故事，清朝的时候，汉人在台湾有一个人在河里面，他喝水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有个很奇怪的东西，那不是水的样子，就是有点硬硬的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把这个东西带回去，并他女儿提醒，我女儿开始洗，发现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吃，哎，是一个食物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了这个食物，这个植物本来是什么东西，这棵树是什么，也觉得，哎，我女儿叫做爱玉，那把这棵树叫做爱玉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？能留言跟我说我对的还是错的。如果你们有听说其他的说法，也可以留言给我听。我 DIY 调试上课中，上课饭友去上课。Hello， 好，这个要陪你喝的爱玉，台湾的爱玉，这是乖乖的哦。看哦。这个爱鱼不是在台北夜市找到的爱鱼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很喜欢吃甜。我又说嘛，我应该是台南人。等一下我们会洗爱鱼、啊、我本来不知道是一棵树，我很好奇，因为是很高，我们把它矮化，降低，这样子会比较好采。本来也很高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种子，要削皮，划一刀，翻过来晒干。今天可以种吗？对，等一下可以，去种吧。哎，开始了，快试了，快试了！哎、啊，等一下，哦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没关系，你再叫一只，爱玉子，爱玉子，不是爱玉子，爱玉子，老师，你要耐，要耐心啊，因为我外国人，而且有时候脑子不会跑很快。哦、你很聪明，你很厉害的。啊？这个是什么呢？是这个。它装起来叫袋子里面，哎，好像一个丝袜。那我可以去银行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打一个结，差不多了。对，放下来。老师要全部掉吗？全部放下去哦。这个水煮开放凉，不能用过滤水，熬水不行哦，它会洗不起，要矿物质的矿泉水。戴起手套。好，我先喝一下。好，再喝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站起来，要准备要捏它，给它一些按摩。两只手，两只手，对，捏它，捏它，身体下一直捏它。我就要做按摩，但是法国人做按摩不太厉害，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台湾人做比较好。身体下哦。啊，身体下。继续按压搓洗，捏大力一点，八分钟。八分钟哎、欸，八分钟哦，有没有看到滑滑稠稠的？有，这个就是胶质。还有七分钟哎、欸，再这一分钟我好累。叫他的人。颜色会越来越深。刚刚做台湾按摩，我现在做韩式按摩，韩国的。都不是这样的按摩吗？韩国人。我一定要做比台湾人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法国人翻牛什么都不会。越大力，越爱运动越好吃哦。它可以这样吗？要洗衣服一样。对对对，水底下，在水底下。我说很帅，而且我才注意点点。对，才一点点，要把胶质捏出来，你的爱运才会 QQ 的。哦，那我要 QQ 的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分钟。最后十下，我帮你捏。我很想喝，很想喝爱运了，对不对？很累，手很酸了。然后起泡泡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看到起泡泡？有，有好，就快要完成了。最后十下，给你。1, 2, 4, 5, 6, 7, 8, 9, 10, 耶，成功！耶，
且大概把我的矮鱼放在这里，稳一点，完成。那我现在会放在冰箱。冰箱。这个矮鱼哦，是独一无二，叫做发牛矮鱼。等一下，我放冰箱那边。你先，我先放。嗯。啊，不行哎。他们只能知道是我的。哦，要写名字。啊？来写名字，看看我的笔画会不会错了。你们不要批评哦。好像我的牛有壁画不对，但是没关系，假装你们没有看到了。发牛矮鱼，那现在要冰多久？15分钟。哦，15分钟，对，很简单，就会 Q Q 的，很合适我，喜欢简单的东西。第二天是最 Q 的。这个是爱玉的小时候，哎呦喂，有一点点。他们说好像要等3年才会这样的。我是不是很像越南人？这是第四年的爱玉，有分男生跟女生哦。这是男生，你怎么知道是男生？尖尖的，这个尖尖的是爱玉小蜂的家，里面会有蜜蜂，长大的时候。壁虎会开个开口，这里会开个开口，蜜蜂跑进去把花粉采出来，采到母果才会有爱玉。哦，从小时候对种下去到顶，这样子要4年。哦，好。对，这里有3000颗，1500根肚子。为什么它们这么圆？啊，因为到时候长大的时候嘞，会有180公分，左边180公分，右边180公分。哦，所以就会越来越大。后面海鱼什么时候可以熟？像这么大颗，再看有重量，有没有比较重一点点？有，这个比较像芒果，比较重一点，比较像芒果。啊！风很大，后面这个颜色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已经是成熟了，我们会在变紫色之前采下来。这个风景超好哎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可以考虑就搬到这里，住在这里。那我们在旁边会有咖啡渣。啊，对呀，爬过来你会这样，我们会在咖啡渣或是大便。有大便吗？还是鸡大便？不是我们的大便，就是马的大便。马的大便。我觉得做爱鱼比粉圆简单多了。如果我开店，我可能会。多一些爱玉之类的东西，分院就可能变成很珍贵，因为感觉比较难。这个影片是介绍爱玉的来源，然后他们怎么做。刚刚他们也有介绍，就是在屁股这边，它会裂开，蜜蜂会进来，不是一般的蜜蜂，就是不会咬人的蜜蜂。哎，12点15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哪？因为他们说15分钟。十五。好，没人拿出来，没有人偷做了。好，那我们呢？怎么方便它好了没有？你看哦，汤匙没有下去。哦耶 ！OK， 成功。对，成功了。我做成功。成功了，真的完成了。哎，我刚刚开心我做了，我以为我真的按摩得很不 OK， 但是还是有哎。他们说其实第二天比较好吃，如果你们有耐心，因为我这个饭又没有耐心，一看就真的很想吃，那你们可以放在冰箱，然后一直冰到第二天，就会更 QQ。谁要吃发牛的矮鱼呢？那你们可以用 Uber、Panda Food 都可以，但是最好的服务是在 YouTube， 可以在 YouTube 订发牛的矮鱼 ，YouTube 一定会快速送到。不知道我最爱是海棠还是矮鱼，就是两个一起真的超好喝。现在台湾超热了，你有这样的饮料就会觉得很爽。可以这样讲吗？很爽，是真的很爽。
我知道你们应该会觉得这个饭又很好样，什么都好喝，什么都好吃，真是真的好吃，好吃还是好喝。还有爱鱼壳茶叶蛋。哦对，真的耶，是用矮鱼的皮耶去煮，这蛋很大耶。我第一年回家的时候有很想吃，我自己煮，然后我爸说你神经病了，为了生壳蛋就煮了12个小时。好了，今天来买一个。今天有雪糕矮鱼，那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如果开一个串冰店或是豆花店，那我可以多配合一个配料，矮鱼不难做，我觉得时间不用很久，然后就蛮简单，所以今天也是很开心学习，就是台湾世界特有的，就是从这个土地台湾就是开始发明，当然现在其他亚洲国家也有，但是欧洲很少，然后算是一棵树，很自然很健康，所以我觉得法国人应该会很受欢迎这个配料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做得很成功呢？我觉得比分圆好像简单多了，下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学做分圆，这个会比较难，但是还是有希望。好，戴耳机，拜拜。